《天若有情》这个剧本来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感觉？当时昨天晚上我还重新看了一个电影，我还是很喜欢。而且你知道那时候香港人那种人的那种情，现在真的也很难找，也很难再演得出来了，那股情。再重演一遍也未必演到，而且那个社会也变了。《天若有情》这个戏大前提就是赚的钱给王晶爸爸、黄天林退休之前希望拍一个戏有点钱、让他安到晚年那种、所以也是个有情有义的出发点。对对对、那个时候无所谓的、然后剧本出来之后道金峰找我、喜欢哪个角色啊，哎，我说这个腊八好啊，我就想演那个反派，我会演到他可爱，当时我这个理论都跟人家不一样了。这个怎么，你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来的呢？反派要可爱，这个人性，没有会觉得自己是坏人的，尽管我现在做一些坏事，我都有我的理由，我的借口。要说你心肠多坏呀、你真的是太深狠手辣了，但是你回到家，你还是很慈祥。到个孙子，哎呦，补补鸡，补补鸡一样，没分别。人性就是这样子。比如拿就是你本来想演这个反派，最后没有呢，为什么后来没有？导演就有点捧我了。达哥，我知道你每一个角色你都能演，但是太保这个角色，他的眼中，演艺圈里面、电视圈里面没有一个能演。他相信，他说达哥你能演，而当时我也觉得是一个挑战吧，但是可能也有一些，也有一点私心了，因为太保的戏就很多，就几乎天天跟着刘德华，等于刘德华有戏我就有，这现在的喇叭比较刻板，就是个坏人，那没有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是吧？就是咱们所有人都非常，只是角度不一样，你现在觉得，比如说？哪些角色你对他的层次感理解最深入，或者说最充分的可以表现进入，哪个是更充分？不敢说了，但是反正每一个戏，从再出来之后，我都会好好的尽我的能力去思考，每一个角色都从零开始，因为我演的戏太多了，是，特别到现在，你就越来越害怕了，我还有什么给人家看呢？吴孟达你演了几十年很简单的，对你来说没有难度了吧？刚刚相反，我可以没有难度，如果我应酬你，我应酬任何一个导演，导演看不出来你有没有表演，因为他们变成我的影迷了，所有人找吴孟达的，一直到吴孟达都看什么毛样了，对，你怎么演，或者我乱演，他们自己怀疑，我跟达哥或者达叔，不同步，他比我层次高，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？自己在表演的过程里面，明明觉得自己哎，好像还不到位，或者不哎，导演说很好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说、导演再来一个吧，再来一个，好，再来一个可能比之前更差，导演就可能跑过来，哎，这个好，但是自己，在演的过程完全知道，我有没有到，有没有创作，有没有到位，完全知道，只有自己知道。这个我一直强调，本来想等明天再讲的，表演是必须有诚意，首先你有一个诚意。当一个演员，然后心要正，心正的就是说不会想一些歪路，来表达这个人物，你就要求只是哗众取宠，我目标就是要红了什么，不要，心要正，意要诚，啊，诚意是从哪里来？从你做的功课。那比如有诚意，但是因为你很高产，包括香港的电影工业，这个娱乐工业都是速度特别快嘛，很多时候。是人是没有时间消化这些所有东西，这个当年必然也会拍很多烂片。对，那这种面对烂片说这个诚意也是要有诚意。我拍的烂片太多了，但是观众看到李成梅，他不会骂我。而吴孟达你也还是演得好，还是有用心。导演那么怎么那么差？那当然他们宠着我。
但是我不管什么烂片，我还是很用心的。那没有人希望拍烂片。对，比如一个好演员怎么面对烂片呢？就是没有人，没有在拍的时候觉得是烂片，在接到剧本的时候，你觉得烂片，你为什么要拍呢？嗯，好，可能他的钱能满足你，嗯，或者一些交情的、嗯、来串两三天那一种、嗯，明知道这个戏肯定不活的，或者烂的不得了，但是你在现场在拍的时候过程里面，你会很用心，希望能帮到他，嗯。这个就是一个诚意。什么时候意识到这种诚意的重要性的？是那四年之后吗？八五年，八五年之后是彰化。虽然 TVB 那个时候不重用我了，八一、八二、八八三、八四，我之前不是楚留香，嗯，男二号了吧？欢乐今宵也算是台柱，嗯，但是这段时间都是一些跑龙套，也不好过，生活也是苦。嗯、而当时我记得。我约了大概六个高利贷的老大出来、嗯、我现在死路一条了、嗯、没有路走了，那你们要怎么样，要不现在把我干掉吧、嗯、干脆啊，我也想个自杀了、嗯、还好大家也是什么出来江湖的人吧、嗯、那说放你一条路吧、嗯、我那么开白了，我跟他们说，那时候妈妈怎么劝你呢？那最低谷那几年，你说我这个非常庆幸有这个妈妈，我妈妈从来不会在我面前说过一句怨言啊，真的啊，哪怕所有人都骂我，嗯，或者说你我不争气，她都是非常语重心长的。嗯，哎呀，那些呢就能戒掉就戒掉啦，哎，爸爸呢，骂，嗯，觉得丢脸。对，那代人最好面子，他要常常比例。嗯，你的表哥现在是医生，嗯，另外一个表哥在美国做大生意的，就用这种，嗯，哎，反正这种让我更难受，那种啊，就是必须要站起来、嗯，我不要输给那些表哥啦，什么表弟的，嗯，那比如说经过，比如八一年，就八零年之后那段三四年的失败的期间，后来你害怕再成为失败者吗？你会？非常有意识的防止自己，对，不停的提醒自己了。嗯，随着年龄的长大，也觉得还是要乖乖的做一些跟普通人一样的，嗯，合理的，不要说老是觉得自己都聪明或者怎么样。嗯，有一天你还是要停下来。嗯。会感觉到自己最有创造力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吗？还是说还能再有？对，其一就是觉得自己真正有创造力的时候，最强的时候已经过去。嗯。其二就是我演的太多了，好人坏人呢、啊，印象就是观众一看就已经啊哈哈那种。比如跟您一块演戏的这么多不同的搭档也好，这个同事也好，谁的成长的速度特别快，超出你最初的想象？如果说真话，这还是周星驰。嗯，我从头到尾看着他怎么过来的。嗯，从完全不懂，然后慢慢你发现他很多想法。嗯，目标就是让观众看了喜欢。嗯，我们相信性挺重的。嗯，啊，你观众看了不喜欢，你说什么都假的。嗯，啊，尽管很多人当时说我们什么低俗啦什么。你看到别人说您低俗是内心怎么反应啊？当时还是很生气吧？哎呀，我要吃饭呐、啊！还是回到这句，嗯，对吗？有时候你说，哎，你这个不是很无奈吗？或者什么？嗯，不是，嗯，我有我的乐趣在，嗯，我有我觉得不低俗的地方，嗯，啊，你可以不吃啊，我没有抓你进来吃的，嗯。对吧？嗯，你知道今天我们在路上，您戴着眼镜吗？我突然想到，其实您现在感觉有点像老年的鲁迅，嗨，差太远了。真的感觉，你问他们是有点像吧？嗯，要是演个鲁迅这样的作家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你会想尝试吗？我觉得我目前还没有这种能量去演。嗯，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，在商业角度可以的。嗯，你把他弄成一个喜剧的老戏。像海公公一样，比如说，对吧？那样的特别，刚才我们路上说的对王家卫那个看法，《阿飞正传》的看法嘛，那种特别文艺的片子，对你有过戏？我个人修养不够，可能我不懂。
当时我确实抗拒了。嗯。你要不吃点东西吧。嗯。这个姜，神来之笔。嗯。画龙点睛。姜是很好吃的。嗯，姜是非常好吃。主角是鸭。嗯。对吧？这个姜就是吴孟达配角，但是好吃。您跟那么多剧组，哪个导演的饭最好吃啊？以前我们在香港跟周星驰那个年代啊，他们有所求啊，嗯，随便我们吃到浪费，什么日本料理一大堆，然后鱼翅鲍鱼多点，因为老板能赚钱，嗯，你要吃什么就吃呗。